那么现在我们都把观音菩萨也好，这个准提佛母也好当保镖，请他保护自己。哎，我供养你点香，供养点花水果，然后请你老人家保保佑我，保护我。那你一旦不保护我，我还要责骂你。这跟你家养条狗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养条狗看门护院，你把这些佛菩萨当狗用，当奴才用。 当这个，你请了一个保安员来用，是不是附佛外道啊？啊、嗯，是这这叫附佛外道。那么我们要不要求佛菩萨呢？要求。你求佛菩萨干什么？这个目的很重要。你如果只是求佛菩萨为了发财，为了这个盗贼不入门，给你看家护院。 这就是邪门歪道。你是魔，你是大魔头，你对佛不敬，对菩萨不敬，你没有真正的尊贵这些佛菩萨。哎，这个李显龙总理到你家做客，你让李显龙看门啊？说，哎，李总理、啊。 你你不要走了，我天天给你点茶水，给你点鲜花，给你点水果，你就坐在我们家那个那个佛堂上面给我看门就是这个道理啊！你让一个尊贵的总理不做他本本职的工作，倒请到家里去给你看门你付起付得起他的薪水吗？一年好几百万啊！你付了多少？一一杯茶水，两两粒橙子，啊？ 一束鲜花，这就把他买了，这就把他请了。他说：“我们今天大部分佛教徒是在行邪道，世人行邪道，你是附佛外道。尤其很多人把师傅请回家当保安，把师傅请回家当保镖。” 不但要保镖你，还要保镖你家里人、儿女走到哪儿，你这个菩萨你都要跟着我到哪儿去保护他。不但让我没有危险，他们这些人也不能有危险。说这是什么心态？这不是佛门正法，这是佛门外道、复佛外道、歪门邪道，是为了你这个躯壳。 为了你的贪嗔痴疑慢，地狱五条根，他要拥护你这个，保护你这个，那你不就还是要斗地狱吗？那诸佛菩萨到你家干什么呀？他到你家是保护你斗地狱，为了你成功斗地狱，保护着你去贪，贪了一定能得到，啊，保护着你去嗔恨。 这个我念念咒，那个冤亲债主，那个小人，我念念咒让他头疼，我念念咒让他不得好死，啊，这个咒就显灵了。你这不是嗔恨，嗔恨不是堕蛇蛇道去投胎了？那诸佛菩萨能让那个咒好使啊？然后就说：“师傅没用，那个小人整天整我，我念咒他从来不头疼。”我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好在诸佛菩萨没糊涂。” 诸佛菩萨听你的话，然后去咒那个人，去整那个人，那把这诸佛菩萨也犯道业，糊涂，一群糊涂蛋，表面上在学佛，实际上是在助长自己的贪嗔痴，痴是愚痴，愚痴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灵才是你真正的主人，你就是愚痴的、愚昧的。 愚昧的将来是要堕畜生道的，所以是,不是那么，大家学佛是真正是佛门弟子，还是真正的，是来求自己的本源，明白释迦牟尼为什么说我本来是佛呢？还是来找保镖？有些人这个埋怨我。 说师傅，你看，我我来见你了。然后结果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我来见你了。结果我想发财还是没有发财，我也来上课了，结果还是没有发财。你让我做法会我也做了，你看还是没有发财。啊，所以你们到这里来是别有用心，不是来求解脱，不是来证佛道，乃是求保护。哎，然后我。 给你了，你必须要付出，你必须给我当好这个保镖，你必须给我当好这个财神。我需要多少钱，你得给我送来。这是民间巫术，啊，它跟佛法正门佛法是没有关系的。就是很多人，哎，我们去那个道场一求就灵，啊，然后。 哎，跳铜的，供动物仙儿的，啊，可不是一求就灵，他们有神通啊，啊，他别有用心啊，他要你的命啊，要你的真气啊，人家有交换呢、啊，诸佛菩萨不能够背地里拿你的真气，也不能害你，所以是你跟他交换什么了？所以诸佛菩萨还真不要你交换什么，他是要你。 明白觉醒，自己是一个万能的，然后是如来，是佛，是如来藏，你什么本身都有。他是让你觉醒这个，学习他怎么觉醒的，然后在觉醒的路上去成就什么，成就自己圆满功德圆满，度尽自己有缘众生。 所以大家不要搞迷信，特别我们正门正法的佛法，是乃至于你自修自证的佛法，不是求保佑的佛法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